OK， 当大家学过点样由一数到二十，又或者由零数到一百之后咧，咁我哋今次就讲一个另外嘅一个概念。咁其实咧，想表达一样嘢有几多嘅人，我哋未必下下都要写一个数字出嚟嘅。咁而另外一种表达嘅形式咧，就系数族啦，亦即系今日所讲嘅嘢。数族系啲乜嘢咧？咁其实咧，佢就系一条箭嘴，系啊，一条横线。咁上边咧就写晒数字去表达呢、我哋手头上有嘅量系几多嘅。我先示范一次先啊。一开始我哋有个零啦，之后每一次多一个单位，一再多一个单位就系二，之后如此类推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就是这样的。那这一条呢就叫做数族了。那例如说我们手头上有六个雪糕，那我们会在这里加一个记号，那就是六个雪糕了。那如果完成了这条数族呢，是的，那呢就会变成这样的。没错。咁呢一个例子呢，例如话我哋想表达呢幅图，呢一幅图入面我哋有一二三三隻香蕉嘅话，咁我哋可以喺呢一条数轴上面打一个记号，一个圈圈係啦，或者交叉，或者求其一个记号都得嘅，三角形啊，交叉啊，圈圈都得，总之你打一个记号或者加个箭嘴又得，係啦。咁就表示我哋手头上有三隻香蕉啦，系啦，呢个就系数族嘅一个概念。咁咧，有时你睇到嘅题目咧，佢未必会每一个数字都写晒俾你嘅，例如咁样。咁同啱啱有一啲唔同，今次咧我哋净系得一个数字喺呢度啫。咁呢个时候呢，我哋就要睇清楚佢呢度话每一个刻度相隔嘅距离係一，即係咩意思呢？我而家有个七喺中间，咁呢度就係七喇，呢度就係七喇。咁佢前同埋后系乜嘢呢？先讲佢后面先，七之后加一个单位，咁呢一个呢就係八喇。再之后是什么东西？九、十、十一，咁如此类推。咁七之前是什么呢？七之前就是六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有时呢题目佢唔会俾晒所有数字你嘅。咁如果係咁嘅话呢，你就要自己推敲返将呢啲数字。喺呢度见到嘅呢一堆数字呢，要自己写翻晒出嚟。咁而呢一条正確嘅答案呢，三呢係喺呢一度。三係啦，係喺呢一度嘅。咁呢会因应题目嘅唔同，佢俾嘅数字唔同啦，俾嘅位置唔同呢，而答案都有所唔同嘅。之前我哋嘅三好似喺呢一个位，咁今次移咗位嘅，因为我哋嘅七都一样移咗位嘅。OK， 咁呢下一个例子就係要數數呢度有几多个符号嘅。咁有时呢大家都见到啦，喺度呢每一下嘅刻度相嘅隔距係二嘅。咁有时可能因应题目嘅要求，又或者环境嘅需要，例如你张纸唔够长呢，咁有时如果我要由零一二三四开始数嘅话咧，咁条线就会变得好长啦，好长好长。咁所以我哋会适当地将佢压缩。咁好似呢一个例子咁咧，我哋每一格系啦，由点画咧系啦，由呢度去到呢度，每一格嘅长度系二，咁啊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嘅。
咁如果喺呢個例子，我哋要數呢度有幾多樣嘢，我哋先數一次先啦嚇。咁咧呢度有一個公仔，兩個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個公仔咁啦。咁呢度有十一個公仔，咁咧要喺呢條數軸上面表達十一，點樣表達呢？咁我哋數咯，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系啦，十一就喺呢度，喺十同埋十二嘅中間。咁咧，由於係中間嘅關係咧，咁我哋就直接加個箭嘴喺中間，係啦，或者加個符號交叉啊、三角形都可以嘅。係啊，總之你有方法表達到一樣嘢喺中間咁就得啦。咁喺呢條數值上，喺呢條數軸上面，十一就係咁樣表達嘅啦。同樣道理，有時有啲題目都唔會俾曬所有數字你嘅。你好似呢一條咁咧，係啦。咁我哋又要向前向後推移咯。咁咧，而家我哋手頭上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咁啊有九個公仔咁啦。咁咧喺呢條數軸上面又點樣表達咧？嚟向一向呢度推移，一。每一次要多兩個單位，一之後是三，三之後是五，跟住就到七、九、十一、十三、十五，如此類推。咁樣推移之下咧，之後我哋發覺九咧就係喺呢一個位置嘅，係啦。咁喺呢度打個交叉就得噶啦。OK， 如果大家明白數軸呢一個觀念嘅話，咁咧呢度咧就有三條題目，咁咧就係想大家揾出喺呢一條數軸上邊嗱七咧就喺呢一個位，呢一個位咧係七，咁呢一點係乜嘢咧？大家數一數啦。同樣道理，如果呢一點係七嘅話，咁黑色嘅呢一點嘅位置究竟係乜嘢呢？又請大家數一數。咁咧，下面呢一條咧特別啲，請注意嘅地方係呢度，每個黑度嘅間距係二。咁咧，同樣七喺呢一度啦，今次七喺呢度。咁呢一點嘅位置喺呢兩條線中間，佢所表達嘅數值係乜嘢呢？又請大家數一數啦。OK， 今日就講到呢度。